hey, 大家好，我陈浩，这一场那么带是沃马尔走凯撒路的一个实战解说，相信各位有没有回想起好久好久之前 ，a long time ago， 我们的沃马尔也是凯撒路的一个啊，独占凯撒路一方的一个霸主吧。那时候我们最常对线的是谁？就是马洛斯了。那今天这一场比赛，未来昔日好不好？也没有啦，就是也跟未来昔日没什么关系。那我们昨天吃掉了这个鸟鸟，那在打马洛斯的时候要怎么样？就是趁他挥刀的时候一技能绕背啊，绕背。哎，这边有没有看到？啊被敲到，被敲到啊！不过没关系，所以一个绕背之后再敲，我再敲，你走去哪？他已经准备死去，好不好？这一波非常非常的凶，我们的乌马非常非常凶 ，very very strong， 好不好？这马洛斯基本上是不可能跟我们打的。因为我们只要抓住他一次没有挥刀的机会，基本上他就死去，好吧？我们尽量用这个二技能先去打小兵，叠个红锤。那他不出来清兵，二技能，你是不是丢二技能？你是不是？我锤你啊，兄弟啊！他说兄弟难当。哎，刀锋即将靠近我这里，那我这边我们技能主点一技能减少 CD， 那这边刀锋已经靠过来了，我这边就去再引诱他一波。我现在有红锤啊。红锤是不是啊？想回家，兄弟，他想回家。一技能胖，二技能胖，刀锋进去 ，bang， 收头，我走，是不是？这一波合作很可以，很可以，可以，很可以。我们快速的再拿掉这个灵魂鸟，拿掉灵魂鸟之后，哎，再来一起合作，再拿一下这个古龙啊，拿掉这个古龙之后啊，回家 ，go home，we go home，OK、okay?。好的，那今天呢？不对，昨天呢？啊，本人在下小弟不踩我啊，骑机车的时候啊，我掉了2000块啊，兄弟啊，2000块啊，哇，2000块不得了啊，这个2000块真的是会怎么样？会让人家内急的、啊，内心很急躁啊，你知道吗？2000块不简单啊，不少钱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今天要花了2000块啊，去染发。减法跟染法啊，这两天呢就花了4000块啦。这个我们就当做这2000块怎么样？这个月缴税对不对？我们缴税多缴了2000块，好不好？先看马洛斯，你看哦，他一直不想挥，他不挥，他没有挥的那个动作，我也不去弄他。对，你看他就在这边跟我耗，他就是想要抓我，你知道吗？抓我用一技能的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， 然后再去丢这个你有没有看到？靠边啊，要求啊。大招转起来，转起来，兄弟，我们转起来，寒冰之才挥一下啊！这个对方的这个有点扯哦，有点扯，对方的那个法师居然躲在右草，我也是非常非常震惊啊 ！Shock， 好不好 ？Shock O'Neil， 不是 Shock me， 这个太惊人了，居然跟法师来了一个这样的合作，把我打的是七荤八素啊！我差点以为我要死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能让他们得逞啊，对不对？那我这边赶快的把这波兵线洗掉，洗掉，洗掉啊！我洗刷刷。那这边跟着刀锋一起来吃这个啊古龙。那对方呢现在人头数落后啊，塔数一样。这马洛斯我没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对付马洛斯的办法。我还能够比你不熟马洛斯吗？啊，身为马戏子第一马洛斯，我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被这种雕虫小技？兄弟，我这边直接进来了，直接进来了，不管了，我大招，我这边救队了，我这边扛塔，我扛塔，二技能，炮大招啊，转起来转不死啊，就死去，这是一个完美的牺牲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漂亮的一换二。那这边这个阿莱斯特一直想弄我，一直想弄我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不怕，我先从上路呢再赶回下路这边啊，整理兵线，这个兵线先整掉再说，红锤我们留着做一个突发状况的一个解决。那下塔呢？刚刚那一波啊，会战之后呢，是已经蹦下卡拉卡。我看马洛斯往这边靠近，我这边是有想走是吧？啊，你走啊，你走你的，你是不是想走啊？这边的话，队友呢杀戮起来了，一个杀戮一波啊。但我这边中路跟马洛斯做一个 PK， 对，那上路的事呢，对我来讲啊，如浮云，我吃古龙。其实我们伤害是蛮高的、哦，你看一下这伤害，其实可以的、啊，这是吃果龙的速度很快、啊，很快一下就吃完了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看到这马洛斯血量半残，不回家，想走是大招转起来，你是不是没大招？直接啵啵，
好不好？我们这个超狂，真的是非常狂啊，真的很狂啊，你知道吗？这沃玛尔真的狂起来，不是马，是神啊 ，Sir，Sir 啊 ，Do you know Sir？ 那这边看到这个蓝 buff 啊，看到对方阿莱在这里，但是我先吃一下这个这个小猪猪啊，这个 Spide。哎，这艾斯特，你这样，我一个制裁，他抓住我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抓住我哈？你是不是想抓我？直接大招敲起来，敲起来。对了，这样就对了，一个一技能啊，直接穿透他的心脏，直接好不好？一锤贯心，是不是？剑心啊，根木剑八啊，不是剑心，神剑闯江湖啊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下一个直接出什么？天丛云。啊，其实天丛对方是怎么样？马洛斯啊，我马洛斯，我出天丛云好打，对，还有萨尼天丛云好打，好打的不得了。他这边马洛斯又离开了，他是擅离他的岗位，我就在下路这里清兵线。然后比较麻烦是我们沃马尔没有带一个吸血装，正常讲的沃马尔是不会带吸血装的，好不好？这边其实我一度啊，大家看到我选的闪电骑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封面放的是谁？放的是 Sir， 好不好？我本来想让他变得真的跟雷神说一样带闪电戟，但是仔细想一想呢，还是比较好了，哈哈！别闹事，这害到队友就不好了啊，是不是？这边的话呢，看到我们的队友们在上路好像有一点 some trouble， have some trouble。OK， I call me home， 哎。哎，没礼貌啊！助攻都不给别人的，我这边直接敲掉这个萨尼，我还看到一个阿莱斯特，我过来，我一个二技能胖一下，哎，再敲啊，死缺啊！这边看到马洛斯再过来胖一下啊，二技能胖一下，大招转起来，我就是想要你死啊，兄弟！我这边扛塔，好，没人杀我走，好不好？我走，这个马洛斯没死，可惜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再来中路清个兵线，看到 Maro C 更炸。我这边看到刀锋有一个蓝 buff， 请你把蓝 buff 让给我，谢谢你啊 ，Thank you very much 啊 ，to give me the blue buff，blue buff， 这个兵线呢好爽，吃起来好爽，这至少两波吧，好爽，这种兵线清起来很疗愈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下一个要出什么？阿瑞斯之手。啊，中二阿瑞斯之手，这阿瑞斯之手一出，对方啊更不好打。那这个红 buff 让给刀锋啊，因为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拿蓝 buff， 对，得了便宜，不要买乖。下一个我决定呢，不出阿瑞斯之手，我出这个冰袍，因为这个冰袍留人效率，留人的这个能力值 very very high， 很高。高，哎，蓝 buff， 一个寒冰制裁，刚刚不是看马洛斯影子吗？怎么又不见了？不见了，这闪电侠胖一下是不是？这个一技能，这个普攻胖一下就把他打死。那再看阿莱的这个二技能，一技能，我等一下，我不想过去，好，我可以过来，我直接抓着阿莱打，就是抓着阿莱打。我们沃马尔也是怎样，曾经也是怎么样，也是打刺客的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很凶，看一下这一波哈，我一个人跳进来啊，受死吧宝贝们，一个二技能，一个二技能大招转起来啊，受死吧兄弟，受死吧，有没有看到二打三啊，轻松 easy， 一个 triple kill， 我们的沃玛也可以 triple kill， 是不是非常凶啊，很凶，真的很凶，这闪电侠在这里，我等你。我等你，这个好像不太行，好像可以，我再靠过来啊，兄弟，是不是很猛，对不对？沃马尔一哥，好不好？不解释啊 ，BJ 是差不多最后一件武器，可以再带一点魔防装。这个时候我的经济已经来到了飙高了，已经是 the best。好不好？一个凯撒路的沃玛尔西，这个啊，通常都来走辅助的沃玛。我们这时候经济已经 highest 是这样，不知道加 ST 好像就是一个最高级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再偷偷摸摸带着红 buff。那看我们队友已经打上去了，我来看一下啊，这个下路这边啊，有一个马洛斯，
哇，看到了一个啊，这个刚打哈欠啊，被大家听到哈，也是哈欠，哎，不用在意。哎，这兄弟，你会不会？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这个啊，这些人，哎，这个木马洛斯在跳哪里？我完全没发现。哎，这闪电侠到后面还可以杀人啊，我完全不理他，还可以杀人啊。我这边的话呢，一个啊，这马洛斯刚大段跳过，对，绕到后面直接二技能再锤啊，再锤。这边的话呢，这个再锤一下啊，再锤一下，这鱼人大招开得很妙啊，呱呱加，呱呱呱呱加，我这边一技能再锤啊，寒冰制裁带掉，凶，非常非常之凶 ，very very 派 ，OK， 超级派，哎，宇宙霹雳无敌派，这个 MVP 啊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绝对是，哇操，不是吧，这个。这 MVP 怎么会是这木家卷呢？这 MVP 应该要是我吧？我这么狂哎、欸，我打的是这么凶哎、欸！你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这个数据啊，30%，